观众，咁而家我哋喺天安龙城嘅楼下啦吓，咁而家啱排一段又未食嘢，而家带晒到同埋圣师过去食下嘢。佢呢个西瓜名点啊，我哋先嚟试下，做白老鼠，睇下系咪真系食在广州咁广州广东地道。咁我哋入到去再拍啦，好冇？嗯，好。咁而家过咗个中午食饭时间啦，因为我哋都拍到两点几三点，而家先可以食嘢。嚟睇下先。西开名点，哇，好大气的。你好，这边。这边啊。两位是吗？三位。哎，各位观众 ，Hello， 咁而家嚟到上一部分啊，仲未上齐，咁但系我同瘦水已经饿到咧，流晒口水，等唔切啦，咁啊先拍住部分先，等我哋食啲嘢先，填填个肚先，医个肚先，啊，转头再拍好冇？食嘢我哋就唔影啊，冇俾啲食相俾大家睇到我哋。狼吞虎餓鬼咁樣啊！影住咁多先，之後再拍。OK， 好。係各位觀眾，唉，我啊食飽啦，咁啊掃得八八九九啦，咁啊瘦瘦咧，後生女佢仲未飽，用盡最後努力去掃埋佢。而家我哋食完啦，咁我帶大家咧去轉一圈。睇下呢個西關茶店個環境好唔好 ？OK， 我哋行，走，不用停，不用停，不繼續。轉轉下環境。咁啊，入嚟啊，咁去行啊。咁啊，整體就唔算好大。咁但係個環境咧都幾，要算優雅啦嚇。我喺呢度。咁啊，係咁上一大環境啦。咁旁邊有啲窗邊位，啊，都唔算好大，但係都可以啊，環境啊。啊，咁啊幾步行到尾啦，啊真係唔大啊。你而家三點幾晏晝，咁啊冇乜茶客啊呢個鐘數，咁啊十一二點過嚟咧，咁啊可能坐爆曬好多人噶啦呢度啊，因為呢度都好旺啊，淡水嘅中心位呢度算係，旁邊啊天安里，啊前面有啲包間仔啦，啊當係半個包房啊嘛，坐喺度啊靜局啲嘅環境。我哋轉下嗰邊，呢個入門口佢係左右兩邊嘅，咁頭先我喺左邊，啊右邊呢度啦，咁啊呢邊都有啲包間仔啦，啊呢度再細啲，咁啊廚房位啊，廚房做個玻璃透明，啊提俾你睇下點樣煮喺入邊嚇。即叫即煮，即叫即做。咁喺度細細位啦。好，我哋翻啦。
咁呢度咧就喺天安龍城天安里嘅旁邊，叫西關茶店啊！大家如果嚟到呢度咧，不妨過嚟試下。頭先我食過咧，都相當地道，好適合我哋廣東人嘅口味啊！啊，成場啊，什麼什麼獎狀啊！啊！酸爽蝦餃皇啊！啲蝦米腸啊、叉燒包啊、一等獎啊、鑽石獎啊、什麼金獎啊，好多獎狀啊！地方唔大，口味咧好好廣東人口味，好。嗱，咁我哋翻嚟啦。哎，仲有兩個收收，食未啊？我吃不了，吃不完了吗？我吃饱了。好，咁转头咧，我呢度食完咧，我再大家落去商业商场部分再行下，睇下呢个周边环境配套好唔好？好，转头见。系各位观众，咁啊啱啱喺楼上啊西关名店，我饮完茶。是的。我落嚟喺呢个茶里而西，茶里而西啊。一杯奶茶，一路飲，一路同大家介紹派嘢。呢度咧就係天安里成個商業其中一個部分，咁有帶各位去行下。好，咁啊，沿路呢度有好多鋪頭啦。咁啊，瑞幸咖啡。啊，咁啊，呢間茶里二世啊，都幾好飲啊！飲啖先。咁沿路入去呢度咧，是一段嘅步行街。我在淡水，很想你。咁而家咧，晏晝嘅三點零四點未到。咁好多嗰啲車仔檔咧，都仲未開。呢個夜晚咧，好旺嘅，好多人嚟行嘅。開曬啲路，沿路一邊啲車檔啊，同啲鋪頭會開曬門。咁啊，只有機會咧，夜晚咧，我同阿秀秀再過嚟啊，拍一次夜晚嘅繁華，夜晚點旺法俾大家睇下。咁今日咧，暫時就。拍晏晝先，睇下晏晝先，睇下晏晝嘅情況。啊，冷清少少，晏晝就冷清啲，夜晚就好旺啊。咁前面啲升 K 啦，唱 K 嘅。咁啊，前面木屋燒烤啊，咩牛雜鋪啊，啊。我邊個問？有車呀。而家未夠時間，未到夜晚啲旺嘅時間，未開門。咁啊，側邊有啲啊啲小食店啦，食米線噶啦。烧烤店。理髮店。藤野造型。係啊。因為旁邊咧，入邊呢度咧，啊，就是一個商場嚟嘅。咁啊，商場唔算大。啊，咁啊，但係一般嘢咧都有嘅。佢有超市啦，呢度阿秀秀。喂。佢入邊間超市叫咩名啊？超市。頭先經過間叫咩名？咩優購啊？優購。哦。就是。跟天虹差不多哦，卖菜那些都有的。嗯，然后我转一圈去。对，转一圈再上去看一下。啊，前面有啲咩汕头面汤啊咁样啦。咁沿路过嚟，夜晚咧开晒灯光咧，好靓嘅。是的。呢度咧，呢度就戏院出口。
啊，上面睇完戲，喺度嚟出嚟嘅，出翻嚟嘅。咁啊，聽阿秀講咧，佢嚟呢度睇個戲咧，呢個戲院咧，都好大間噶，比萬達仲要大。是的，這個電影院超級大，我來第一次，我還想來第二次。反正它每個廳都很大哦。咁今晚請豬仔睇得唔得啊，秀秀？忙完帶你去看，好嗎？啊，好，講真喎。真的，這個電影院超級大。叫心动影城，在这座四楼。咁呢个步行街咧，就唔系长，啊短短地，但系应有尽有。嗯，是的。咁呢边前面就系天安龙城其中一栋商业写字楼嘅部分啦。嗯。咁将来咧就好多呢边有好多。企業啊，公司啊，過嚟呢度辦公，咁呢度相對嘅人群咧，對呢邊嘅房價同埋呢個租盤咧，都有支撐，咁所以呢度買嚟收租都唔錯噶。照下那，嗯，千山萬水不如淡水。咁啊，上去啦，好嘛？好。呢度咧未夠鐘咧，連扶手電梯都唔鬼開嘅陰公。嗯。慳電慳到咁樣嘅真係，唉。喺度上嚟就二樓部分啦。咩椰子雞啦，咁啊將會開椰子雞喺呢度，啊，那你就是超市的第二個出入口啦，第一個出入口在大門，稍後我也會去啊，看一下。呢度係個超市二樓嘅一個小入口，嗯，佢正式嘅大門咧喺地下一樓嗰度入去嘅。好，咁又有啦，茶葉啊，嗰啲面啊。麵粉，啲冬菇啊，雞蛋，都好新鮮嘞！這些魚，海鮮，啊，豬肉、牛肉。猪肉，还有鸡鸭，啊，猪牛鸡鸭咩都有啊，特价肉啊，$8唔使一斤。呢边啲。蔬菜嚟啦，都好新鮮哦！這些菜，咁啊，唔算好大，咁但日常要買咧，基本上都係買齊啦。是的，啲米啊，油啊。
这边还有。啊！呢啲米咧，佢唔使一包包米喎，一斤一斤咁買喎，買一斤買兩斤咁樣喎。也有一包一包。一包包又有，你知佢攞去稱又得啊，人多食幾多買幾多。嗯。咁啊，前面一堆其他日常生活所需要嘅嘢啦。咁啊，前面我就唔拍啦。咁啊，都一般日常啲收活嘢。我哋出翻去跑翻樓下啦。嗯。啊，走。是这里出吗？我这里出不去哦。我刚刚进来那个地方。从那边出去啊，那边有走楼梯啊。没有，我们找一下有没有话梅，话梅。哦。看有没有那些很大很大一瓶的。找一下。找，我们找一下。那太小了，不够啊，伟彻啊，他一天一瓶可以吃完了，应该是有的，看我们能不能找得到，分工合作好不好啦？以后你牙齿坏了不要怪我啊。这边。累到累到，来看这个，啊，有两种哦。可能是一种是咸的，一种是甜的。这个可能是甜的，是白白的。是陈皮，不是。看还有没有其他？这边没有。那试一下吧。哪种陈皮好吃呢？这里陈皮没有滑皮那么提神哦。我想要陈皮，可是有两种。那你知道？你说买哪一个？这个还是这个？不懂。不懂就两个都买。全买啊！你看，你是不是两个都拿一个？全一样的，我拿。那你这个不拿吗？不拿，我不喜欢的样子，黑黑的。那我也不要黑黑的，要这个黄黄的。是吧？这边买单吧，这边。这边买单。一般买单的地方都是出口。
这也挺好大呀，日常用日常品都有，洗护用品、洗衣用品。老板，我那个要袋子吗？要。有没有会员？没有。57.3。